像这样一定要判死刑的，不应该杀死。感到很不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警察同仁呢、都非常的辛苦，我们的治安就是靠警察同仁，像这样的通缉犯，竟然敢一下子就杀掉两位警察，我是觉得像这个一定要判，我是反对判死刑，但是像这样一定要判死刑的啦，不应该杀警察。